我想强调的是，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，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个别国家一再滥用国家力量，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、武器化，对华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，强推脱钩断裂。这不仅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，也将割裂全球市场，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。这种自私自利的胁迫行径，实际上是将全人类的福祉捆绑在个别国家的反华战车上，不得人心，终将害己。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，共同反对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行径，共同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和基础的稳定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。同时，我们也将以本次进博会为契机，继续敞开开放的大门，为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供便利，携手打造更加团结和繁荣的未来。